各位网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 Oppo 最新款手机 Find 的一个荧幕测试。那么为了这个测试呢，我们特意准备了有钉子、木板还有锤子。首先呢，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木板的硬度以及这个钉子的真实性。你看，非常的牢固，这是真货真价实的木板加钉子。那接下来验证过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先来测试一下它这个屏幕的硬度。非常的牢固。那么我们再看到经过测试之后，它整一个表面呢也是没有多余的一些刮痕，甚至连一些破裂的一些现象都没有，整体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这个堪称具备了瑞士军刀级的不锈钢后盖，它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强度？经过我这般的一个摧残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后盖呢，它只有略微的轻许的一些刮痕，但是呢整体变形以及破裂是基本上都没有的，完全在我们用户使用当中完全没有问题，也没有影响外观。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侧面，媲美铝镁合金的边框，太薄了，比较难掌握。非常牢固啊。那么我们看到就在边框方面就是有些许的一些刮痕，但是其实整体外形也没有这么样的太大的一个变形。那么 OK， 我们再测试一下另外一边。非常的牢固。那么跟另外刚才那边一样，也是出现了少许的刮痕，但是呢整体的手机的话它没有太大的变形以及影响我们外观的更新。那么整体来说，我们接下来会测试一下它各个角度不同的一个抗击打能力以及它的硬度。经过我们重重的摧残之后，我们发现进入到手机页面里面，它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使用也是非常的流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除了表面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刮痕，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用户的使用日常使用当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也让我们对 OPPO 这款 Find 充满了适应性。 OK，